今天过年了，这过年了，灰灰给大家拜年了啊！这您瞅瞅他，从来就没有跟我这样子啊！我昨天他那个蹲在我肩膀上吃东西，然后就把我感动哭了。然后今天你看，哎，真的是，怎么认识的灰灰呀？哎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，缘分。头一回啊，家人们，丹妹直播这头一回啊，会这样事儿的。你们看了我这么久，是不是啊？没给丹妹点关注的，点个关注吧。她今天这么给姐姐长脸呢，这也太长脸了，这骑我头上来了，你这干啥呀？怎么还蹲人胳膊上呢？你这给我胳膊都酸喽。感谢我小白羊。哎呀！哎呀，你们说他像不像小兔子呀？像不像小兔子？喜欢丹妹的给丹妹留个关注啊！黑兔拜年了，黑兔给大家拜年了，过年好啊，家人们，过年好啊！这他真的是无法无天了，这跟姐姐太亲了，这。你说这。就蹲我胳膊上，你这尾巴有味儿啊，真有味儿啊！兔兔给大家拜年了，你们也可以截个图啊，你们也可以截个图。